气好不好？我的粉丝你知道吗？网络上哦，那订购单哦，爆量是爆冲哎，团购大家狂团购哎，大片吗？大片气，大排长龙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到底这个排队排成这样，这样有人气到底是什么呢？请看 VCR。明星开的店之照过来照过来第二弹，我们来到了北投吃卤味啊。这个时候我知道，我懂你，少提，你一定会说没有锅啊，而且不换气的说没有锅没有锅啊。错了，卤味就是用卤锅卤的，你看我多了解你啊。而且呢，这个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友人啦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嗨，谢谢，我是李毅。嗨，没有，就我自己人吗？这样子啦，你可以帮我就是准备几样人气商品吗？好，没问题，但你要等一下哦，而且请排队。虽然自己人，但还要排队。我自己人，我还要排队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以身作则，我排队。好。很长哎，那这么长的怎么排啊？喂，看看这大排长龙的客人们啊，就可以知道生意有多好了吧？来，我们赶快来问问为什么大家那么爱吃。请问你有没有常常来买？有。就买哪几样？卤鸡脚。还有嘞？还有就是鸭翅、鸡翅、鸡腿。我喜欢吃肉哎。你有没有常常来吃？一定有的啊。嗯。啊，那你来这边一定吃什么必点的？必点哦，它的四川辣豆干。然后还有鸡爪跟鸭翅，真的是感觉行家哎，他们很用心啊，真的真的。那你可以帮我跟镜头说一个四川辣豆干，赞！四川辣豆干，欧一西。哇，明星亲自卖的欧一西卤味呢，不但卤味好吃，连老板都是型男来着啦。看看种类这么多，真的每一个都好想吃哦。老板李毅说啊，所有的食材都是他们手工处理，用爱心耐心所卤出来的哦，难怪生意好到不行，网络宅配订单满满满。哪一个要先吃？我蛮建议你可以先吃吃看，这个很特别，这一般卤味店吃不到，这是川香辣豆干，川香有别于一般传统卤味的做法，辣豆干。会辣吗？它辣只有一点点，但是不太有点点麻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我们这个非常特别，就是除了豆干先卤过之外呢，它还经过加工，就是有炸过，然后再用孜然粉，所以吃起来会是非常麻，麻中带香。哎，这个我不吃辣的人都可以试试看哦。那还有哪一样？我必须要试试看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这里面都是蛮特别的一些东西。那你可以先尝看这个鸡脚，尝鸡脚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鸡脚有点不大一样？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地方，它是不是指甲？对，没有错，就是我们的鸡脚呢，就是非常特别，就是它在指甲部分，我们有特别花工下去把它剪掉，就是顾虑到卫生的问题，然后加上我们的食材是非常新鲜，然后每天现做，所以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这样，然后经过好几道手续，所以特别好吃。Q 最重要的是它真的指甲剪得好干净哦，有做过足部美容的鸡脚冻，你有没有吃过啊？这个卤味赞呐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看到的我红线全部带回棚内给你吃。哇，超美味卤味来喽！对啊。哎，刚刚好，你真的不是李毅？我不是，我是。好像，双胞胎像成这样，是不是？对，双胞胎。最近要跟六一结婚了吗？六一，我弟弟。他跟六月半结婚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帮弟弟。台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怕辣的，不怕辣，真的。那请四川的，我是怕不辣。四川人啊，好吃，真香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们是全家13个兄弟姐妹哦，一起打拼，由我们李威的威爷啊带领着大家。还有你要吃饭。哦，看看啊。哦，你怎么吃啊？汤哥，汤哥太久了，汤哥快点。今天哥，
你写超赞的，你一定要吃米血。豆豆呢？豆豆真的很棒。这个，对呀，这鸭这不得了，感觉你现在就是好像在接吻一样，真的。哎呦，有吧？应该很 Q 吧？舌吻，是不是？哎。现在还不输那家老字号的那家，真的哈，而且香，这好香哦，好香！这个鸡脚有没有？鸡脚去指甲的，这个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下。哇，其实真的好，真的会吃的人是丢进去，然后没有用手，然后慢慢把骨头吐出来。哦，来来去，我没有办法。哎，那个张局伟。你在干嘛？好啦好啦，我在外面已经吃开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我非常喜欢吃鸭舌，它的鸭舌一般的鸭舌里面都不会有很浓的那个卤汁的味道，这个鸭舌是整个卤到它的血管里面去，太入味了，太入味了，很好吃，对，很好吃。台哥，台哥，我怎么觉得我们不在露营，我好像在夜市遇到？你是自然的，它就是夜市一样这样。我不，待会要看电影了，我这个不管了。你的节目搞得很好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哎，还行啊。你怎么在呢？来都直接吃了嘛。好，那你是要直接认输，还是要继续走下去？还是要看我的路线啦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条呢，因为我是异国美食路线，而且这一家连外国人都说好吃，真的。听我讲话。没有人认得。快点。好，那我们赶快看看外国人都说赞的红黄线。